院的这个Scream 啊，就是视讯播放系统出了问题，所以今天我们日本的一些友人哈、啊，他准备的资料没有办法呈现，而且我们是请日本人他尽量哈、啊、用口语化的内容，我们同时也请这位翻译哈、啊、把他的内容翻译给大家。这个立法院的设备改善哈、啊，我们以后要稍微催促一下，这个对不住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，谢谢。出个题目给我来讲。讲什么病怎么治，我会告诉你。